OK， 今天很特别，就是我来当黄台赛的志工。对，起床就是只看黄台赛，也看了两三年了。今天要特别一点，就是要当志工。出门前听说，你们想要当志工？他住你家，他住我家。他说：“这样就不陪我逛了，晚一点，晚一点。”虽然我结束好像已经结束了。今天当志工，我可以一过来，我看到娜姐、杜志豪、妈妈，那个后援会好夸张。刚才赶着来，没有跟娜姐打招呼，但我拍下了你们这样盛大的。对，等一下就等着准备。现在其实才7:30左右。那么年轻又可爱的志工，会不会等一下？我在，会不会等一下那个选手舍不得？这倒霉哇！我想人吼，就是这种比较值的生物。你看一下，你看看志工们。有这么可爱，然后会早上7:00就起床，站在逸仙路跟松高路路口的妹子有多少？而且还化完妆了，不想讲，可爱。看我的二头肌，我昨天还去登山车呢。小背心，然后那个。应该没有人认出，应该不会有人认出。这是盛大号，我这颗有点明显，应该不认出。然后现在在热身，脚踏车也出皮，哇塞！真讨厌！这是最期待的方法。OK， 今天是2022年国际自由车环台公路大赛，然后现在是开幕站，我们现在台北站仁爱路的圆环这边。今天选手们会绕什么8圈，然后半3.2公里，对，所以我们的目的真的要选手八次。好，今天呢，我就担任日志工的角色，对，等下就会维持现场秩序，非常兴奋，非常近距离的看到这些选手们起身。其实最有利弊，每个就是腿好看，每个看起来都非常的厉害。The first stage, now we are at
Part of the supply chain for global bicycle industry. I think I'm taking out of the
几秒差，大概快有一分钟哦，应该超过。好好加油！来了来了，第一期捐助集团跟阿凯他们大概差30秒。Tatiana Alice, but in my memory, I just stop a thing. They have been, not in color, boy, seven, four, seven, nine, and we get it. I don't wanna be late, you be everybody, we ain't got a lot of time, man, wait a night. Jameson, hit the rock bottom. Eat a body, don't you want it, girl, yeah, gone. Yeah, shot, bottom down. 언제까지 기다려야 돼, knock down. Yeah.对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当环台赛志工呢，我在这个路段，逸仙路的路段，就是主要是在引导民众还有汽车的方向行走，对，就是这边就不管红绿灯，就是走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有遇到很可爱的民众，有遇到很凶狠的民众，对，为什么疯了？在活动，为什么办活动？赛事啊，国际赛事啊，大家大家庐山一点活。现在是最后一圈了 Go。 大姐姐们已经在收东西了，那我们的场复之后就要回广场。现在在黄河啦，今天表现有什么感想？今天的表现哦、喔，对啊，有什么心得吗？就尽力的帮忙一下，然后就是有分配体力。嗯。奥特曼，给你拍照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哇，你今晚底下想要买啊？哦，真的？好吧，好，谢谢。哎，集团赛事是39，是这次的比赛选手，中华的五虎将之一杜志豪。他现在的背号是144号，所以大家可以在电视转播上找到他。然后他现在在意大利的职业车队，那这次是应中华民国自由车协会还有台湾邀请，然后回来参加代表我们中华队的环台赛。Thank you. Than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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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
点咖啡。你小鹿嘿，小鹿是主持人。可能要从人行道这边绕，然后那边路口交警会看状况放行。哦，那边啊，要从那边啊。市场里面和女场那边啊。哦，糟糕了，我转了好远了。吓掉了！阿姨，现在才来、哦。我跟你说，一整天我在那边当志工啊、哦。哦，原来我就在那边看到你。哦，我一直觉得嘿，这边没有任何其他 YouTuber， 还有我们觉得应该最要来是 Eva， 结果没来。来了，一直都在后面在做什么别的？我志工，哇，真的，还有一个 certificate， 那是专业。Yeah. 我在逸仙路那边，没办法，我本想要来找你，我一直听到你的声音，我就啊，小茹啊，讲的好，好，我弟弟伊娃，我本来叫我弟弟找你，哦，我姐姐有跟我讲，是他，没错，因为在逸仙路那边我就动不了，然后我们合照一张，好，没问题，好，可以哦，现在走，三二一，好，好了，你变小帮手了。马克辛苦了，一次要服务这么多妹子。为什么你都不讲话了？要吃什么？我好热，我快融化了。
觉得你想带我去什么路线？我没有一个固定水平，我老婆她有一个路线，在四个月中骑了三十六次。36次，在四个月中一直吃一样的，还有他每一次有破纪录，手机，他都是骑139那边那个讲话的绿那个，对，重点是看你要吃什么，就是看你要骑去哪里，对，新疆，万岁，耶，够啊，第一天旅行的，我有一个非常棒的一天行程，有八卦山看大佛，吃矿肉饭，挖碗。很多饮料，对，就是一个很完整丰富的彰化骑脚踏车绿线。那你期待哦。Yes, 期待。答应了哦。Yes。下次见。叮。One year later， 你还要来吗？要，我当然会到，会到。YouTube 一个小贝，他是小贝吗？他是小贝，上面还有那个网红啊。行。魏春和李翔、李玲。2019年。哦，我都没有。他是一万本人吗？你刚刚觉得你谁拍的不错？我觉得一万拍的很写实，我们车友的那个角色看的事情，对啊，这已经是一万哦，难怪我觉得很像，对啊，戴口罩认不出来，对啊。